你知道动物的真实叫声都是怎么样的吗？想必大家都听过青蛙的叫声，但是沙漠鱼蛙的叫声却是极其凶残。啸鸟，啸鸟又名库卡巴拉，它最与众不同的一点就是能够发出像人类一样的魔性啸声。我们的印象中的考拉都是懒洋洋的存在，然而它的叫声却非常刺耳。海鸥可以说是海边最常见的一种鸟类，它们常常会从游客的身边夺取食物，在得到胜利果实后，海鸥还会发出胜利的狂笑。白头鹰也叫做白头海雕，外形强悍威武，一展可达两米多长，也因此被选为美国的国鸟。在电影中它的叫声是这样子的，然而在现实中白头海雕的声音是这样子的，走起路来也像个街头老头子一样。